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重新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从创世以前你就爱我们，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成为上帝蒙福的儿女，天天享受在主里的眷顾和保守。无论我们在哪里做什么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圣灵啊，请你来，请你临到我们的当中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知道，若不是有圣灵的工作和神的带领，我们无法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唯有主你能改变人，吸引人，让人单单的来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吸引众人归向你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与过犯，赐给我们永生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为着你的供应，为着你给我们一切所需来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所用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主啊，在这个感恩的季节，我们也要感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位爱我们养育我们的父亲，恳求主帮助我们来孝顺我们在地上的父亲，常常陪伴关心，也求主祝福所有的父亲，愿平安健康喜乐常与我们众人的父亲同在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也要为着我们自己本身来向你祷告。我们有许多人其实都受了伤，不管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所遇到的难处，或者是我们在肉体上的疼痛，不论这个伤是外在的或是内在的，我们相信你总是会医治我们。因你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要抓住你的应许，并且要耐心的等候你，你必叫我们如鹰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最近在我们主内肢体当中，有欢乐喜庆的事，也有悲伤失丧的事，恳求主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，与欢喜的人同欢喜，与忧伤的人同忧伤。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求圣灵坚固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也让我们爱神爱人的心不断的增长充足，叫我们能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我们今天的聚会，求圣灵亲自来带领，向你献上感恩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，新约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，我们请一起来念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产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哭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“我父亲有许多的仆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”他不要起来，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”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乡里还远，
他父亲看见，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“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”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“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”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。接下来讲到，我们要请洪千惠传道。千惠传道所要讲到的题目是：“哎呀，不得了！”我们将。